浪奔，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。看到这几个字，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用普通话念出来。叶丽仪用澎湃的歌词和雄浑圆润的歌喉，将剧中动荡年代的故事完美的演唱了出来，如歌词一样。演唱者叶丽仪也经历了如上海滩一样曲折坎坷的人生，经历过离婚、患癌、抑郁症的叶丽仪。 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提起《上海滩》这首歌，可谓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其实，在唱《上海滩》时，叶丽仪已经三十二岁了。一九四八年，叶丽仪在中国香港出生。从小勤奋学习的她，很快在毕业后便成为汇丰银行的一名职员，后来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公职员及辅警工作。 那时的他过着平凡而又充实的生活。从小喜欢唱歌的他，总是在下班后回家的路上哼唱流行歌曲。后来，他听说香港无线电视台举办了一个“声宝之夜”的歌唱比赛，一直喜欢唱歌的他便报名参加了比赛。叶丽仪凭借清亮的歌喉汉独特的唱法，获得了评委的青睐，以实力夺得了第一名。 就这样，叶丽仪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娱乐圈，正式进入歌坛。一曲《上海滩》红遍大江南北。初进歌坛的叶丽仪演唱了《的士够生》等专辑歌曲，获得了一定知名度。让叶丽仪爆火的是《上海滩》。一九八零年，由著名演员周润发和赵雅芝作为男女主角的《上海滩》。 在香港播出，一经播出便迅速引起轰动，成为最火的电视剧。而其中的主题曲《上海滩》更是迅速火遍整个香港。叶丽仪用她独特的唱腔、汉嗓，应将这首歌演绎的大气磅礴。该剧引入中国大陆，更是万人空巷。主题曲成为上至老人、下到孩童都会哼唱的曲目。 叶丽仪用醇厚的唱腔、汉杂时的唱功迅速火遍全国。后来，叶丽仪演唱了一系列的粤语专辑，同时登上央视春晚，在三十多个国家巡回演出，创造了场场观众爆满的现象。那时，叶丽仪上台不唱《上海滩》，观众就不让离开舞台，可见观众对叶丽仪的喜爱。事业如日中天的她。 在感情上却经历了挫折。在叶丽仪爆红之前，他已经结婚一段时间，并且有了一个儿子。丈夫是一个圈外人，看着妻子越来越忙，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心里变得越来越不平衡。比较古板的他不喜欢妻子长时间在外工作，而叶丽仪并不想舍弃拼搏的事业和热爱的观众。 而是选择继续在歌坛打拼。就这样聚少离多的两人，在缺少沟通和理解的情况下，选择了离婚。叶丽仪的第一段婚姻宣告失败。离婚后的叶丽仪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事业上，每天起早贪黑地奔赴每个演出现场，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缩短到最小。此时的叶丽仪已经四十八岁，到了中年时期。 长时间的睡眠和饮食不规律，造成叶丽仪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。直到有一次，叶丽仪胸痛难忍，才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医院检查，乳腺癌这几个白纸黑字像晴天霹雳一般击中了叶丽仪。她颤抖的问医生是晚期还是初期？万幸的是，叶丽仪患上的是初期乳腺癌，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。 一向坚强的叶丽仪很快稳定了心神，她决定配合医生的治疗，一定要将病治好，再次站上舞台。就这样，叶丽仪调整好了心态，逐渐放下了繁忙的工作和演出，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，一边调理身体，还不忘给歌迷报平安。在叶丽仪治疗期间，一个男人不离不弃的照顾。 给了叶丽仪很大的支撑。这个人就是叶丽仪的现任男友，也是叶丽仪的经纪人 David，陪在叶丽仪身边很久，在叶丽仪刚出道时便一直陪伴她身边。由于当时叶丽仪已经结婚，便将对他的情意隐藏了起来。后来叶丽仪离婚，他才慢慢表明了心意。在叶丽仪生病期间，David 无时无刻陪伴着她。 经常推着他去看院子里的花草树木，带他放松心情。在 David 的陪伴下，叶丽仪慢慢的康复起来，还在 David 的鼓励下，接受了香港回归现场导演的邀约，作为双语主持之一登上舞台，还演唱了经典歌曲，在全世界观众的面前展示了自己的风采。就在叶丽仪逐渐战胜乳腺癌时， 抑郁症又找上了他。受抑郁症困扰的叶丽仪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理和行为，他总是坐着发呆，懒得洗头，也懒得收拾自己，整日将自己关在家中。David 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很是担心，更是害怕叶丽仪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伤害自己。于是，David 将家里的尖锐物品都藏了起来。 总是想着办法逗叶丽仪开心。David 总是托朋友买来叶丽仪喜欢的鲜花，每天摆放不同的鲜花放在叶丽仪房间，让她能闻到花香。二零一七年开演唱会的叶丽仪，那年的演唱会很成功。为了叶丽仪的安全，David 更是无时无刻的陪伴她，甚至上厕所也不让她一个人。 在 David 的精心陪伴和照顾下，叶丽仪逐步战胜了心魔，在抑郁中走了出来，并在康复后举办了演唱会。在演唱会上，深情感谢了男友的陪伴，也让歌迷见证了她的坚强。从病痛中走出来的叶丽仪与 David 正式走到了一起，两人领证结婚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但好日子没有过多久。 多年的劳累和奔波让 Davie 患上了脊椎退化，左腿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只能坐在轮椅上，严重到要在轮椅上度过一生。经历打击的二人并没有被病痛打倒，而是选择一起去锻炼。叶丽仪陪着丈夫做康复治疗的同时，自己积极健身。一向被丈夫照顾的叶丽仪这次选择照顾丈夫。 两个人相互鼓励，虽然丈夫要一直坐在轮椅上，但两人积极乐观的态度还是给生活带来了欢乐。不久，可爱的孙子降生，更给两个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快乐。两人沉浸在孙子的可爱中，但仅仅一个月的时间，忧愁再次降临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。出生仅一个月的孙子。 经检查，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。医生沉痛地告知，过往的病例都没有活超过一年的时间。这个噩耗让叶丽仪备受打击，看着病床上幼小的身体却插满管子的孙子，叶丽仪再次流下了泪水。儿子和儿媳更是痛不欲生，原本圆满的家庭像是笼罩在乌云下一般毫无生气。看着孩子们沉浸在痛苦中。 叶丽仪与丈夫掩饰了内心的痛苦，两位老人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叶丽仪找尽朋友，寻找有相关经验的医生给予帮助，同时在家中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，为儿子一家提供最大的支持。在一家人的努力下，孙子创造了医学奇迹，成功度过了危险期。现在，孙子已经九岁了。 虽然身体方面没有同龄的孩子健康，但家人满满的爱让孙子养成了十分乐观和阳光的性格。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且满足。经历了众多困难和挫折的叶丽仪并没有被接连的打击打倒，这与丈夫的陪伴离不开，更与叶丽仪自身的坚韧性格分不开。就如上海滩一般，用海浪。 潮水来隐喻人生际遇的挫折与高峰。叶丽仪在歌唱事业上取得了遥不可及的高峰，也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与磨难。经历了许多苦难后，叶丽仪更加坚定了完成理想和挑战自己的决心。二零一七年，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 Happy 第七十 Francis 音乐会，取得了巨大成功。 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忙于事业的同时，叶丽仪也没有放下对身体的严格要求。他定期去健身房进行健身，更是在工作之余带着家人去不同的国家游历，带领一家人看遍世界上的山山水水，过着悠闲的生活。如今，叶丽仪已经七十四岁了，他已经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。 但其演唱的歌曲仍旧作为经典曲目被听众传唱。现在叶丽仪最大的幸福便是和丈夫一起带着可爱的孙子到处游玩，空闲时便在小区里散散步，锻炼身体，同时还经常看电视了解养生项目，调理自己的身体。两人享受着天伦之乐，同时又在用心的过好每一天。 两人虽然已经步入高龄，但依旧如年轻人一般，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，积极的享受生活。人的一生，不经历一些挫折和困难，也许就不会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。叶利仪越发觉得，要珍惜当下，用快乐的心态生活，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。在叶利仪跌宕起伏的人生中， 他经历了别人难以经历的辛酸苦楚，却依旧有着坚定的信念。他唱着《上海滩》，仿佛也活成了《上海滩》的歌词一般，在人生的滔滔浪潮中淘尽世间浮尘事，却依旧有一颗坚韧的心，活出自己的传奇。叶丽仪的传奇人生不可复制。如今的他在享受儿孙之乐的日子中老去。 愿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如叶利仪一般，虽遭受挫折和苦难，但依旧用乐观和坚强的心情去战胜困难，在自己的人生中活得坚强又勇敢。